对，很好玩，那个兔子。我觉得第一点会好看。对呀、啊，就这样他。天狗他妈的！我怎么哦？不用，对你这样拧就好了，我他妈的。教你们录的。
真他妈坑自己了，操！怎么了？他妈的，他们人没到，他们人叫镜子顶着，你看。啥意思啊？他在哪？本来他妈的他叫会有人帮我们录的，他妈的他那人不在，我操！那你跟住我，我跟你。这网速挺好，你会了，这会就掌握了。
观众看得很烦了。我想想看，如果你在拍视频，那天要进缩进缩，所以说也很烦。帮着我打看不到了，那就对面那个球队有你，你可以打球，这是你的爱好。那你们跟男生打，他们体能不相差很多。对，女生有优点，是，女生做事很细节。一次外就了，操！还有，
过一波。你知道他妈的，你连着路跑了，他有暂停的时候，你就他妈按 stop 键了，操！我说他不能暂停的时候，你就按 stop 好了，然后他们开球的时候你再开，再开。啊，就这意思，我操，跟你说。他妈的，那个人他妈还是想不来啊！他妈的，反正我他妈不知道咋办，我操！你他妈又来了，点的。你跟谁说完了？我操 ！OK， 稳稳的，看主题他愿不愿意吧。OK。哇，他妈的！哎，算了。Thank you.
得分。对，打手。线上看，正能量，小鱼看都不爽。
都手
戴了口罩呢，哦，裁判呢？没事，他妈裁判闻到送我棒。如果他们在那录的想拉屎怎么办？我操！我现在在这录的录的想拉屎。没有遇到过这情况，不是？咱们先叫个人通话地名的呗，人有三级，没办法。裁判，你过来。对，裁判，你过来吧，先录的，一边录一边吹，我操，他妈摄影。